好，星洲百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今天呢？哎，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教育部的高级部长穆罕默拉兹，哎，他就有宣布了一些有关开学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其中呢，就有包括学校范围的时候呢，必须要戴口罩了。如果是双层口罩的话更好。那午休的时候呢，仅能在教室里进食。那如果是教室有冷气、有空调的话呢，就必须要另外安排一个地方让学生进食，而且是老师一定要在场监督的。而且另外还有就是，就是这个体育课是可以进行的，但是一定要在家先换好这个体育的衣服才可以到学校，避免就是导致这个换更衣间或者是厕所。就是水泄不通的情况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呢，大家都可以到星洲日报或者是百合的脸书去查看的。我们都有发了这个懒人包，可以方便大家去查看的。但是呢，这里呢想要再提醒大家的就是，昨天这位教育部的高级部长穆罕默拉兹他也有说，在国家复苏计划的第一还有第二阶段地区的所有私立教育机构 IPS，包括独中。国际学校还有补习中心只能采取居家学习，还有教学课程 PDP2 的教学方式上课。他说呢，只有前线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说关键领域的员工才可以将4岁到6岁的孩子送往心智发展中心。那目前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张图，正在实施第一阶段的只有柔佛。还有吉打，那么第二阶段的地方就更加多，就比较多了，就有雪兰莪、吉隆坡、槟城、马六甲、槟城霹雳及吉兰丹、登嘉楼、彭亨还有沙巴。而至于这个落实第三阶段的地方呢，只有4到6岁的孩童心智发展中心获准全面运作，那其余的这些私立教育机构呢，都必须以轮流的方式来上课，换句话讲，就是只可以让50%的学生同时间上课。那另外一件事情呢，也要想要再强调的就是，昨天就是这位部长，他有说，一旦学校发现有人确诊的话呢，校方必须通报县卫生局，那这个县卫生局呢就会来进行风险评估，决定是否要关闭学校。那他也强调呢，如果有学生确诊的话呢，必须立刻进行隔离。那另外，穆罕默拉兹也提醒，如果是说学校，应该是学生在家里，就出现这些冠病症状的话呢，就不要到学校了，就不允许到学校的。那另外啊，穆罕默拉兹也宣布呢，2022年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学生保留在原有班级，维持2个月，到了3月。才可以升班，那他就说了，老师们呢会在这2个月内调整学生的学习进度，确保他们都跟得上这个课程，为他们升班做好准备。那么那些学习进度良好的学生呢，就可以善加利用时间，巩固他们的基础了。但是就是往后会不会一直都延续下去，就是延迟2个月才升班？这个可能是还有待公布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我国的疫情数据。那昨天呢，是增加，昨天的这个活跃病例方面呢，全国目前是有23万7277宗这个活跃病例的，比前天是少了大概2000宗。当中呢，有83.1%的确诊患者是在居家隔离的，大概是。11%左右的这个患者呢，是在低风险隔离的治疗中心接受治疗。入院的患者呢，现在是有13,079人，占总数的5.5%。而在 ICU 接受治疗的，但是没有使用呼吸辅助器的人数呢，有617人，占总数的0.3%，比前日呢多了大概是70人左右。而需要呼吸辅助器的患者呢，现在还是有721人的，也是占大概是0.3%左右。那昨天一共有29,008人康复结束隔离。那医疗资源使用率方面呢，加护病房现在的使用率是有高达83.9%。
病床的使用率是71.9%，CPRC 的病床使用率呢，现在也来到了66.1%，呼吸辅助器呢，则是达到37.9%，和前天的数据是大同小异了。只不过呢，这个 ICU 病房的使用率是增加了，大概是4%左右。而各州新增病例方面呢，有9个州属的病例昨天是破千的。那沙拉越单日新增是最多，昨天是最多的，是有5291宗啊，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的吓人。那雪州的确诊数呢，就是稍微下降了一点点，是2347，排在全国第二。柔佛2110宗为全国第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死亡病例方面。那因为前天500多宗，接近600宗，非常的骇人了。但是大家昨天、前天应该也有发现到，就是凯里卫生部啊都有出来解释这个其实是积压病例状况。那昨天9月12日呢，大马增加292宗冠病死亡病例，但是大家请注意哦，这个实际死亡病例呢是99宗，那比前天的100宗是少了一点点了，然后累计，死亡病例呢，现在已经来到了20,711宗。那在这292宗的死亡病例当中，送院前就去世的病例，就是 BID 病例，占了106宗，累计了3,782宗。那根据这个 COVID Now 网站的数据哦，沙巴的新增死亡病例高达84宗，是全国最高的。巴生河流域呢增加63宗，雪州增加45宗，那吉打是36，接着是森美兰29，吉隆坡18，槟城和柔佛各新增16宗，吉兰丹13，霹雳新增11宗。那也有几个地方是增加个位数的，就比如说沙捞越9宗，彭亨7宗，登嘉楼4宗。马六甲和玻璃市各新增2宗，那昨天呢只有2个地方，也就是纳闽还有布城是没有死亡病例的。好，那我们换一个焦点，我们来看看今天国会的事情。那在国会召开之前就是卫生总监诺西善就指出，所有的国会议员还有这些包括这些国会的职员，在9月10号到11号呢，都接受了筛检，当中发现有28个人确诊。那他就在文告中指出，在接受筛检的1801人当中，有26人的结果，呈阳性反应。那这26个人呢，有1个人是上议员，有25名是这个国会的职员，另外还有2个嘛，26还有2位，那2位是在哪里呢？那2位是在国会外筛检的下议员，他们的结果也是阳性的。那这2位呢，相信就是沙拉越的2位国会议员了。他又指出，这28人都已经完成接种了的，但是当中的15人呢，是曾经在今年的5月27日到9月1日曾经是确诊过了的。而卫生部呢，也将在确认他们的情况，而其余第一次确诊的13人，现在都已经收到了这个居家隔离令。那他们所有人，这28个人都不可以出席国会的会议。那其中2宗病例的这个 CT 值介于17.57到20.58之间，换句话讲呢，就是他们有很高的传染性。那另外26宗的 CT 值呢，则是介于21、22左右到33左右。哎，他指出呢，这个 PCR 基因分析基因模型分析发现呢，其中18个样本很可能是 Delta 变种病毒，那还有一宗呢，也很有可能是 Beta 变种病毒。那为了再进一步确认呢，因为现在都还是不确认的。那为了要确认它是不是真的是这2种变种病毒呢？这个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已经开始进行这个研究了，看可能过2天这几天就会有结果了。那如果是有什么样的消息的话呢，我们也会立刻告诉大家的。好，那讲了这么多呢，今天第14届国会，
第四季第一次会议，那今天是正式召开了。那这也是我国破天荒首次有3名前首相同时出席国会的会议。那这是历史上这算是非常有历史性的一刻。那这3名前首相呢，就包括巫统的北根国议员纳吉，祖国斗士党的这个主席，也就是马哈迪，还有土团党的总裁慕尤丁。那预料呢，明天的会议呢，会纳入委任副议长的这个动议，以及填补现空的副议长职。那本次会议中呢，将会有4个部门进行法案二读的，分别是财政部、人力资源部、科学工艺及革新部，还有内政部。那相关的法案二读为2020年暴力税修正法案、2020年职业健康及安全修正法案、2020年工厂及机械法令销毁法案，以及还有其他一些法案的。那当然，这些消息我们大家也可以继续留守新州，还有百格的脸书呢，就是每一天的国会呢，我们都会转播，让大家及时更新最新的状况的。那在今天的国会当中呢，这个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他今天在为这个国会下议院的会议主持开幕时，就发表了这个施政谕词。他就说呢，相信新政府能够在100天内取得早期的成就。那陛下就指出，在面对这个疫情严峻的疫情之下呢，新政府必须要加倍努力，通过采取该高绩效的中短期目标，积极投入抗疫的工作，以带领国家走出疫情的威胁。那陛下也表示，在伊斯麦沙比利领导的政府让所有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工作，塑造新的政治格局，对国家政府来说，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发展。那这样的政治呢，也是全体人民所渴望的格局。也就是说，赢家他们不会赢得所有，那输家呢，也不会失去一切。那我们提到国会啊，提到政治的格局，那现在呢，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经过朝野好几次的这个协商之后呢，政府跟西盟在也就是在昨天达成共识，并会在今天下午签署谅解备忘录，他们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合作，那以这个复苏经济还有稳定国家政治局势为目标的，那双方代表呢，在昨晚的会议结束之后呢，就发布联合声明，指出接下来呢，朝野将把重心都放在新的政治格局上面，以进行国家行政改革，强化议会机构所扮演的角色。那这些即将签署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的领袖呢，就有包括首相伊斯麦沙比利、公正党主席安华、民主行动党的秘书长林冠英、国家诚信党的主席穆罕默沙布，还有沙巴民统党的主席马迪乌斯登奥。那有关这个 MOU 呢，这个西盟党鞭。陆兆福他也有话说了，他就强调签署跨党派合作谅解备忘录呢，并不表示西盟已经加入了政府，那西盟的国会议员呢，还是会继续扮演制衡政府的角色，那只不过呢，对于那些任何需要谈判或者是说原则上同意的法案呢。还有这个财政预算案程序，西盟都会就是尽量跟政府合作配合的。而在签署这个 MOU 之后，政府也将公布他们承诺的完整的一个 list 完整的清单。那陆兆福也说，这份协议呢将让国内的政治稳定下来，让各界能够更加集中全力对抗官兵疫情，振兴国家经济，推进国家行政体制改革，他也表示希望这个共识呢，不仅仅是暂时恢复国内的政治稳定而已，不仅仅是暂时而已啦，而是能够促进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协商性的政治格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了国会，看了疫情数据，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内的这个疫苗的数据。
那根据冠病疫苗特别委员会 JKJAV 的数据呢，9月12日的接种剂次有22万剂，当中呢大部分15万剂是第二剂。那截至9月12日午夜12点的数据，大马成年人人口中的73.4%已经完成了2剂，就是打了2剂疫苗，91.3%。已经打了至少一剂疫苗，那我国迄今呢已经接种了超过3800万剂疫苗，有超过1700万的人，或者是说总人口的52.6%已经完成接种了。那巴生和流域的成年人呢，完成接种率是最高的，现在有101.3%，接着是纳敏95.9%，沙拉越88.3%，还有森美兰87.9%。那其他的地方呢？虽然是都低过80%，但是都慢慢的在提升上来了。那另外呢，先前首相伊斯麦沙比利呢，他有提过有几个接种率比较慢的。稍微落后的一些州属了，要在9月底之前达到50%的成人接种率。不过呢，这个目标呢，现在就已经达成了。就比如说，登嘉楼、霹雳、柔佛、吉兰丹还有吉打的接种率呢，都在这2周，纷纷都超过了50%。而进度呢，是全国，应该是说比较落后的沙巴，成人完成接种率呢，也在昨天，超过一半了，现在是有50.1%的。那希望呢，大家的这个接种率呢，会越来越高。那希望呢，就是尽快大家都可以去打疫苗，然后呢，就是达到这个所谓的群体免疫的标准了。好，那我们说到这个疫苗呢，可能在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接受，应该是说都非常积极，反应都非常踊跃的。但是呢，在世界其他地方呢，可能就不一定了。那这个希腊当地时间的9月11号呢，爆发示威活动，那大概是15000名示威者呢，聚集在这个希腊第二大的城市，塞萨洛尼基抗议政府落实的这个冠病防疫政策。那路透社就指出，抗议活动呢，其实早在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候呢，政府强制医护人员还有养老院工作人员接种疫苗，而直到本月初，有近大概是6000名医护人员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遭到停职。但是具体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这6000名医护人员是没有接种疫苗的。那有的示威者呢，就向警方投掷石头和烟火，而警方也出动了水炮车，还有催泪弹驱散人群啊。刚才大家也看到一些图片了。好，那接下来呢，另一方面呢，就是法国有爆发示威了，它多地应该是说多个地方再一次爆发这个示威游行，那反对政府落实这个健康通行证，他们认为呢，这个健康通行证呢，其实就是在歧视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那这已经是法国连续第9个周末有民众上街示威。这一次参与的人数呢，超过12万人。那在巴黎呢，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警方也甚至同样是动用了催泪弹，事后也逮捕了85人。那我们再看看土耳其，土耳其当天也是发生了示威活动，约大概是这个比较，规模比较小，大概是2000人左右，聚集在伊斯坦堡。反对强制接种疫苗、强制戴口罩等等的措施。那土耳其政府呢，其实是为了要提高这个接种进度呢，上个月就宣布，从9月6日，也就是上周开始，还没有打疫苗的人士，在搭乘公共交通或出入公共场合的时候呢，必须出示48小时内 PCR 检测阴性的证明。那外媒就报道，这些示威者就认为他们的自由随着疫情的发展看不见尽头，而且这个出示阴性证明的政策呢，几乎相等于强迫强制性施打疫苗，还有就是进行 PCR 检测的。
好，那我们看完了欧洲，看完了其他国家地方，哎，我们现在再回到来马来西亚。那槟城民政党呢，今天早上免费派发大概是1400箱的虾丸，引起坊间热烈的响应，哎，有吸引超过1000人来排队。那也有人驾这个摩托还有汽车，以 drive through 的方式领取虾丸的，在该党槟城总部外挤的水泄不通。那据了解呢，就是民政呢原定于11点开始派发虾丸的，但是呢，在8点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到现场排队了。那根据在那边的《星洲日报》的记者观察，现场的民众呢虽然是说有秩序的排队，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没有遵守人身距离的。那因为是挤得水泄不通嘛，也引起警方的关注。那该党的槟州主席胡栋强就说呢，这一批2300箱的虾丸是由匿名商家所赞助的，那一人能够领取一箱，一箱是12公斤，也是非常多的。好，那我们是现在有看到一些观众朋友的留言。这位 Lisa 说，学校有人确诊，那就太晚了。那有关这一个学校就是开课的事情啊，就是有引起相当大的反弹。那其实昨天呢这一位教育部的高级部长穆罕默拉兹他也有解释说，为什么要一定要开课？那其实我们百根呢昨天晚上有出了一段影片，他是说他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开课的。那大家呢？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百格的脸书去看的。我记得他应该是说，就是学校不能够关闭太久，不能够让学生脱节太久之类的。大家也可以到百格的脸书看那一段 video 的。好，这位是Sweeping Lim。好，主持人这几天怎么报道死亡疫情病症的人数要等到半夜，晚上半夜才报告出来，是不是卫生部长方便要瞒着人民呢？那其实呢，主要是我们所收到的消息就是说，卫生部呢其实是要更加详细的去分析每一宗的死亡病例啦，所以都会比较晚，最近都会比较晚，都是在大概是11点59分的时候才会更新在这个 COVID Now 的官方网站的，大家呢也可以到那边去，也去查看的。现在更新后的界面呢，也是比较容易明白的，比较清楚，也不会说好像之前的话就可能比较复杂，那现在呢是比较干净、比较整齐了的。好，这位Mary King 就是说，请问雪兰莪芙蓉，雪兰莪的美容院还不能开吗？真可怜。那其实根据首相伊斯麦沙比利昨天的宣布了，政府是会进一步放宽这个理发店还有美发美容业的限制的。但是呢，这个伊斯麦沙比利也提到，详情呢是需要等待国家安全理事会还有相关部门进一步宣布的。好，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一些留言。这位 Frankie Chong，朋友就是说，国会结束了吗？只是1个小时国会。那其实，因今天的议程通常第一天呢都是开幕啊这样子的。那今天的议程呢是最高元首阿都拉陛下为国会开幕并发表这个施政谕词，所以是没有议案的。明天开始呢，会进行一些讨论甚至辩论的。好，这位是偏乡 T，就说支持改革推行，加油加油加油！朴炳国就说头一次票换了3个首相，那其实就是有关这件事情，就有人说，我的票非常值，因为头一次票换了3个首相，那大家这个也是幽默的网民发表的一些建议啦。好，那今天的这个直播就暂时到这里结束了。那如果是大家有什么对 SOP 有什么疑问的话呢，都可以通过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联系我们的，我们也会尽可能找到答案，在这个环节就是给大家解答的。那另外呢，可能如果是有关一些 SOP 的放松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宣布的，我们都会立刻就是发布在我们的 Facebook，让大家知道的。所以呢，请大家继续留守白鸽，还有星洲日报的脸书。那我们下一次再见了，拜拜。